大家都知道，最近迪丽热巴正在和邓伦拍摄《1001夜》，原本在娱乐圈没有什么交集的两个俊男美女一起合作，真是让人期待。不过前不久，有网友在片场拍到两个人的视频，刚开始，两个人手牵手走在一起，无论是身高、年龄，还是颜值，或者穿着打扮，都非常符合《1001夜》中记忆中的情侣形象。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到，热巴身穿蓝色长款大衣，头扎丸子头，非常清纯可爱。邓伦则是一件黑色大衣，内搭白色高领毛衣，韩范十足。两个人牵手被发现之后，邓伦偷偷松开，非常腼腆害羞。这一幕让人不得不猜想，这么鬼鬼祟祟，难不成真的在一起了？网友们也大多都觉得他俩很般配，如果真的在一起，还真是一对金童玉女呢。不过荧屏里的真假 CP 未免太多，之前热巴和鹿晗也是大家很看好的一对，可事实并非如此，我们的鹿晗还是和国民闺女关晓彤在一起了。这次的合作，不知道邓伦和迪丽热巴能不能擦出爱的火花，让我们拭目以待吧。